前第一金控董事长也是宗财仪的前夫陈建龙，他是从金融大亨变成了通缉犯。他为了让大陆籍的女朋友黄以晴可以顺利来台，涉嫌呢加工涂改妻子以及前经济部长宗财仪的户籍誊本，将女友变成台湾人，再申办成为我邦交国布吉纳法索公民，以便持布国移民护照入台，涉嫌伪造文书罪。但是因为船只不到，遭到台北地检署发布通缉，这时效到民国123年的12月，长达22年2个月。